是你而家唔到我啫，等姐问我咯。唔食个出嚟水啊，即刻唔会相计嘅。我阿爸煮饭啊，又煲埋汤，我唔翻去食咧十万。屋企饭啊嘛，阿爸放宿舍。小伙子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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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真想说的话，又该从何说起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到底在哪里？心痛的感覺隔幾耐都好，係會消失。意思係，因為話時間都沖淡一切，那日嘅冇錯啦。你要親人喺度，你太太係我仔，目的地呢個單位係用佢保險金買，佢同你一樣都係舊户。我聽你講過，佢手錫我嘅，有事打通佢同朋友啱啱去單上就見到一班後生仔。心中都遇到生離死別，不過冇期望，相同你去到我啲年紀啦，你自會明白啦。有時你會希望嗰份同情，因為咁樣你知道你未有忘記心中嗰個人，佢仲喺你呢度，一直冇走開。
先人死，幾多經驗嘅人啊，都頂唔到啊！冇啦，一班細溝，我邊個有經驗俾人撐住？辛苦你哋啦！我打天王啊，一班兄弟飲酒，呢個阿 B 咧咁醉曬喺度喊，呢個太仔仲未補，飲醉咗咧攬住個酒樽喺度講泰文。講真啦，我哋冇可能令佢唔痛，只能夠同佢哋分擔下啫。最擔心個記者同老虎，我哋搞咩活動，我哋兩個都唔參加嘅。老虎都好啲啊，起碼佢服到運彩。傑仔淨係訂埋自己房，我同佢出車好睇實啲，冇計啊，同期噶嘛，邊有快放低啊？唔好話佢哋啊，我睇住件事發生，有時諗下你嘅，有時啲心啊。應該啲早餐都唔係咁難食啫。我幾多陣就會翻嚟。你知我唔係催你噶。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，成日都好似而家咁樣，企喺窗口喺度望街。記得，一望冇乜事話。嗰陣時都幾無聊啊。做過天真添，成日就話要做救護員。幫好多人，要救好多人，但事實上根本就唔係。我淨係知你盡咗力㗎啦，我哋成個屋嘅兄弟都唔想見到你咁樣啊！我根本就唔值得你拍手。哥啊，你唔係新出班啊？你走車走咗咁耐，你都知道我哋係幫飛熊拜派㗎。如果個鐘要停嘅話，我哋都冇辦法㗎。你個鐘頭先根本就唔使停，喺我咁。處理小姐的時候，是我要求同佢調位，是我一句説話，紅姐先要死嘅。今日要死嘅應該係紅姐做咗替死，係我害死咗佢。但就算你真係講過呢句説話，紅姐死都唔關你事啊！一切都係意外，意外係無常噶。咁又點啊？我實在冇辦法，我係話自己我做唔到啊！哦，做唔到都要做，紅姐佢冇咗條命嚟換你啊！佢唔會想見到你好似而家咁喺度自怨自艾噶。我知，點解唔換我走要負責？究竟係邊個決定好人嘅事？都係咁，明嬸係咁，紅姐都係。細路，我真係好想有一個時光機。不知可以講啲咩嚟勸我，但我聽過句説話：人嘅一生永遠比死亡更重要。你試下咁樣去諗紅姐，可能你會好過。Essential 水氧防霧草系列，男女保护膜，保护手。
咳嗽，一次解決曬十二種傷風感冒同咳之狀，效率咁強先啱香港人噶嘛！特強幸福傷風咳嗽 ，DBS Loans 掌握 FinTech 大數據，開創私人貸款新時代。DBS Loans 用身份證即可申請，配合大數據技術，一分鐘完成批核，即日過數。DBS Loans 自己未來，自己來，借定借，還得到先好借。朝早的第一步是化妆，我的第一步是 Swiss Hair Skin Nails 血橙精华饮，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血橙，混合抗氧化精华及丰富矿物质，为肌肤注入活力，同时活肤。不单止令肌肤充满弹性光泽，连头发和指甲都强韧健康。 Swiss Hair Skin Nails 血橙精华饮，自然透亮，令到打得起。Swiss有24小時默默送，隨時隨地都食到我的風味。各位，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，有不少昔日來回的內地旅行團遊客到東涌遊覽，對區內構成壓力。有旅遊業界人士說，很多呢類昔日團都沒有向旅遊業議會登記，違反規定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就說，關注旅客對市民生活的影響，會同內地聯繫，做好旅行團通報同埋交通規劃。一個奸劫案疑犯去年喺秀茂坪警署用電腦網絡戰自殺嘅案件，死因庭一致裁定佢死於自殺，提出多項建議，包括以生物特徵作巡倉記錄，同埋喺機樓倉安裝閉路電視等等。又下令將研訊文件交俾警方，調查係咪涉及虛假文書等罪行。警方話會適當跟進。下一節新聞提要在9:48。消防處救護員，有冇人啊？有，我又喺呢度啊。咩事啊你？冇得信，係你哥車。咁多架救護車都歌中到你哋嘅，坐嗰啲先。有咩唔舒服？頭先我望住個地下咧，浮下浮下咁咯，但個頭好重好重咁。叉住 BP95 SPO2 97 R28 Shell 20。血壓有啲低喎，你今日有冇食嘢啊？尋日食咗，今日未食啊。六號啊，準備添石同啲聽。得咯。你個本信喺度住，呢度你影樓。係啊，呢間影樓係我噶，係酒店咧。啊，呢度啊，所有街坊啊，嗰啲相啊，畢業相啊，結婚相啊，同埋全家福都係我影噶。係咪？因為之前事，我記得咗啦。等我老婆翻嚟，你問佢咯。乜你有老婆咩？有，有老婆啊！你個冇老婆？想唔到你只攝影相啊，影到咁靚。嗯，以為我流啊？話俾你聽啊，我影埋嗰啲相啊，第日。开相展添啊 ！Sir， 添食三片，血糖有啲低喎，饮啲糖水就会好啲噶啦。做乜今日净系得你哋两个嘅？嗰个白白净戴眼镜嗰个四眼仔咧，佢去咗啦。你哋三个一齐嘅喎，做乜唔预埋你哋啊？你都冇谂过会咁快起程，不合情理嘅。哦。是个女朋友帮佢 plan 嘅，唔好讲咁多住啦，饮个头水先啦。我唔饮啊，唔饮啊，好甜啊！你唔饮，血糖低到晕咗，要同你打针噶啦。再帮我饮啊，我饮啊。
不過佢次次都揾飯。我聽天王嗰時講佢做嘢冇問題啦，係啊收工就尾買房冇鞋，好古怪。雖然佢冇講明啦，不過我明佢點解咁做。喺花灑入邊咧，同就一個人搞曬咁多雙冇鞋。咁睇得嘢啊？我諗結曬。停下先。Wait. 唔好咁夜走啦，早啲休息啦。拜拜。拜拜。Move, move, move. Move to the airdrop. 我夾球啊，你夾棋啊，我哋不如求求其其咁食曬佢，好過擺爛啦，嚇！嚟嚟一於一於。頭叔啊，傑仔仲係好熱心，我覺得佢幾痛苦都經歷過呢一關咧，佢可以捱過嘅。我呢個仔啊，永遠諗人哋多過諗自己嘅。你話叫佢幫人頂啦，幾難頂佢都頂到，調翻轉頭啊，人哋幫佢受我一萬個唔得啊！今次紅姐同佢擋咩劫咧？佢點通法？我最清楚。Move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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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ve fast。
多啲水食吧，陪下愛姐喎。你識叫我，咁你自己呢？你知求叔最想見嘅唔係我㗎。想講啦，要便便，梗係唔少得 BCNS 嘅益生菌啦，有精球抵抗胃酸，保護益生菌直達腸道。养成定时畅便嘅习惯 ，BBS 心下人间。破解地图，开无耳任务。无耳任务，九七年之前已经解散咗噶啦。要喺国家档案馆嗰度攞啲嘢出嚟，你都唔系意思。BBS 让我哋看到佢救命。你哋国际犯罪组织，你哋两个凭乜嘢去救命？我知你背后好大势力，歧视会、香港嘅影子政府。呢个人，佢一定系记紧瞒住香港政府发放报纸。三段式升级技术，纯黑展现真实色彩。Panasonic 4K TV。想提升弹性又想根源大翻，就要从根源入手。全新 Pro X BioLay 科研级精华系列，获千位皮肤科医生推荐。3D 紧致精华，肌肤弹润饱满 ；BP 淡斑精华，淡化多轮色斑。28天启动根源紧亮净，全新 Pro X BioLay， 全新 Rejoice 嚟啦！咁法国微米头发卸妆配方，让头皮呼吸，收发柔顺。仲有全新微米炭深层净化 ，Rejoice 无渍系列，多谢晒，老婆未收工啊？做咩都报俾老婆知噶？咩啊？我落心啊！使唔使报俾老板人知啊？呢样就要报俾劳工处知。当员工因工受伤，又或者患上指定嘅职业病，无论有冇补偿嘅责任，老板都要依时报俾劳工处知噶。我冇乜事，报工伤系保障你噶，去睇医生先啦。想知道啲打2717-1771啦。如果老板冇放，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。长时间睇书、化眼妆、成日用手机，呢啲小习惯好伤定眼。Let's go!
子玩具啊。